科学不要开玩笑。可是今天压力有点大嘞，怎么每天压力都很大？可是只要探险，我压力就很大。今天第五天，可是大家晚上帮我分享一下。可是今天很冷哎，可是拍谁？安谷哥晚上好，小林姐晚上好，绿地姐晚上好，菲菲姐晚上好，旋风姐晚上好，秋凯姐晚上好，菲菲姐晚上好 ，Alex 哥晚上好，秀玉姐晚上好，嘉欣哥晚上好，嘉三姐晚上好，哥姐大家晚上好。好，刚才的哥姐在慢慢帮小鸡公开分享一下，哥姐最近变天了，好记得保暖，不要像小鸡这样登大浪啊，哥姐。给用。拍谁啊？可是我跟你讲，小鸡今天带这个地方呢，算是它算是一个 museum， 也不算是一个 museum 啊，就是怎么讲，它这边废弃很多年了，然后据说半夜这边都会传出一些怪声跟一些你们所谓的灵动的状况。哥姐，我今天受粉丝之托来查明真相，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好，先上说，哥姐，大家晚上好，云溪姐晚上好，美惠姐晚上好，莉亚姐晚上好，翅膀姐晚上好，玉涵姐晚上好，水当当姐晚上好。LING 姐晚上好，线上的说隔姐大家晚上好，没有打到招呼的隔姐拍谁哦？好，没有打到招呼的隔姐好，不要走心哦，那边塞了。好，隔姐拍谁啦？隔姐，好，再麻烦线上的说隔姐帮我分享一下，隔姐帮我分享一下啦，隔姐拜托一下。好，隔姐有件事跟你们讲，帮我分享一下，我先讲完这件事，我再出简介。子欣姐晚上好，怡晨姐晚上好，小静姐晚上好，妹姐晚上好，莉亚姐晚上好，美玉姐晚上好 ，Marvis 姐晚上好。念玲姐晚上好，雨晴姐晚上好，佳琪姐晚上好，哥姐晚上好，哥姐帮我讲讲啊，哥姐，哥姐，今天这边不是开玩笑，而且我记得我一直听到一个声音呢，他这边是算是废弃将近快20年的一个废弃的人偶馆。哦，哥姐，粉丝跟我说这边呢，晚上都会出现一种铿铿锵锵的声音，然后听说这边的人偶晚上会动，会变换不同的姿势。好，这是粉丝说的，赶快把人偶走出来找我吧。哎，拍摄还没开始哎，等我一下好不好？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先不要那么快开始灵动，你被踹了一蛋，你这么快灵动，你面头脑有洞啊，拍摄哟。好，哥姐，大家晚上好。没有打招呼，哥姐拍谁哦？好，哥姐，我讲故事。哥姐讲故事。哥姐拍谁？今天比较晚开播，对不对？其实，看我腰怎么放到这种独出行歌啦？哥姐，你们看我的探险就想睡觉了，我还放这跟你们不是？等一下就，你别塞了啦，哥姐，我在里面边西边，我你别困啊，你别塞了，你别在来电边西边，我你赶紧困。不要公孙球，哥姐不要开玩笑呢，哥姐来了。到底这块所在发生什么情形呢？但是目前我们说是嘿，你简单呐、啊。哥姐，我跟你们讲，我现在大概跟你们讲哦，今天这一集呢，算是拍半外景哦，也不是说半外景啊，它这边是一个 museum 博物馆哦，然后呢，它这边废弃荒废了十几二十年，它这边就是一个蜡像馆之一啦。那粉丝聚在这附近的粉丝说，这边晚上骑车经过的时候，常常听到里面有乒乒乓乓的声音，然后我就打电话给那个粉丝，我说那些蜡像贴里面修干了，卖搞凉差啦，人有需求，蜡像也有需求嘛，对不对？蜡像跟蜡像修干了会变下面咧，变蜡像宝宝。哥姐不要开玩笑啦，哥姐，这边庙里的师兄有跟我讲过，一旦神像没有在供奉，或者是有关娃娃之类的东西，
久，时间久了就会被露珠，不是露灵，灵就会住在里面，因为它有人形的东西。可见今天小鸡仔你们来这边是一个恐怖的蜡像馆，晚上蜡像会。叮当，这边更何况是没拜拜的神像，娃娃都会被露灵。那这边的蜡像是人形的，这边废弃十几二十年了，而且它久不见阳光，到底会被露珠，不是会被露灵呢？哥姐，今天小七带你们查明大象，姐姐。哥姐，今天故事就讲没了。今天故事很简单明了，哥姐。好，再麻烦线上的所有哥姐，帮小七公开分享这边直播。好，哥姐帮我分享一下。哥姐，我跟你们说，那个艾博现在一个人在回私讯，可能会比较慢。讯息我相信很多格姐都没有收到回复。那格姐艾博很努力在回当中啦，因为现在只剩艾博一个人在回啦。好、哦，格姐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寻找小帮手的踪迹啦。哎呀，正在征小帮手。那现在剩艾博，哎，真的呢，真的小帮手真的很难找。超回答一个月我都开月薪28000了，还没人来。超回答是看不起我噻。好，哥姐，好，现在只剩艾博在回私讯哦。好、哦，我知道很多哥姐会疑问啊，但是哥姐，我说真的，嗯，适合的就留下，不适合的我强留都留不走了，留不动了，好不好？哥姐，人各有所志，没关系，祝福哦，祝福。那哥姐，就是艾博回私讯比较慢，大家稍微体谅一下，好不好？所以这几天小鸡就不要卖东西好了，不工商，不工商，感谢哥姐支持，我、哦、感谢哥姐支持。哥姐，前妻，不要，哥姐不要再刷正红了啦，超无聊，正红的，昨天的梗今天再用就不好笑了，你们一直用正红正红，正你老婆卡成了正红，直接刷正红的。哥姐，前妻。可是我跟你们讲哦，它这边是一个废弃好几年的一个蜡像馆，它这边是非常大，它算是一个古迹，古时候，它这个蜡像馆听说是显现以前勾扎别西尊的蜡像啦哈、哦。那哥姐，今天这个蜡像馆废弃很久了，哥姐，这么大的地方真的是有点紧张，而且这边很冷啊，哥姐，请请。哦，它这边很烂，你看。这个门进来，你看哥姐他们的大门都已经废弃了很久了，你看这他们都废弃的都很久了，超伟大，他们在这边，但是他们铁门都生锈了，你看，然后他一进来呢，他这边算是一个很大的参观现场啦。好，那我们现在要从那个蜡像馆的踪迹，不知道在哪边。好，哥姐我们先走这边，哇，这边有三叉路口呢，知道怎么走？这边过去好像是停车场吧，对对，先走这边好了。哎，超伟大，这边是不是？转角遇到爱，好像这里哦。但是我觉得，哎，这边也要，靠林大呀，超伟大。而且我一直想从这边走呢，不知道为什么，里面感觉好像有东西在吸我过去，不知道是不是艾普的吸星大法把我吸的不要，而且。哦，这边真的很冷呢，真的，哥姐今天天气真的很冷呢，真的，哥姐今天天气真的很冷，好险今天没有下雨，不然今天下雨我就想唱一首冷冷的冰雨在我脸上不断地拍。哦，今天真的很冷呢，哥姐不是盖的哦。好了，哥姐，别再刷正红了啦！我们先来这个叫蜡像馆啦。正红他已经走掉的人，我们就不要再留恋了啦。哥姐，拍谁哦？哎，怎么没有一个蜡像？不是说这边有人偶吗？拍谁有人吗？拍谁有人吗？是有人躲在内底吗？哇塞！哎，没有蜡像了，超回到晚上蜡像就直接去活动了噻，这边蜡像去外面室外活动了噻，
一个蜡像都没有。可是臭味道没有蜡像，我怎么拍？我来这边要拍蜡像了呢。哎呦，靠腰啦，隔些椅子啦，你们还以为是蜡像是啊？不要紧张，椅子啦，隔些瞧你们紧张兮兮的，瞧你们画龙失色的。没谁哦，这边都放很多椅子嘞。非请勿入，店员种地。妈的，这边是椅子种地吧？跟我店员种地，对不对？对对。他都是这边很多是椅子啊，可是没有蜡像啊。该不会是那个粉丝错把椅子当蜡像？他骑车过去的时候，其实看到一排一排的椅子。那为什么椅子会动？就是有老鼠在下面的，老鼠在下面 happy， 然后椅子就会动。粉丝刷我是不是？你被晒了，对姐，我被粉丝刷。一个蜡像都没有，还是晚上他们在户外活动，他们在打野炮。蜡像真的没有一个蜡像啊！怎么一个蜡像都没有呢？不是盖的哦。没有蜡像，没有蜡像，那有辣椒吗？还是要这五辣椒吗？哎，真的都没辣香哎，好像都没有了呢，是被请走了。那个辣香会到外面罚站，靠，哎，这有点危险呢，等下会被踩空。非请勿触碰。请勿触碰。草灰搭，你越讲我越要碰了，你很凶。哥姐，他在这边贴请勿触碰。靠，请勿触碰不见了。哎，哥姐，看有一张请勿触碰在这边竟然不见。哎，哥姐，他在这边贴一张请勿触碰，是不是代表说？这边以前有放一些以前没办法让人碰的东西，比如说蜡像。不是蜡像，难不成是林安的大象吗？我自己难道就这样子拍这个空空的东西就没了吗？事情到底是像猛狼搜寻的遐尼简单吗？这个是不得而知啊。不接，真的一个蜡像都没有，只有辣椒了。啊，走这个很危险呢，感觉随时都会崩塌。哦呦，干！哎，真的很危险呢。我勒个去！没有蜡像，没有蜡厕所了，我操！拍谁啊？有蜡像吗？没有蜡像。开始有拉厕所吗？没有蜡像，哥姐，那我今天怎么拍？哥姐，他妈怎么蜡像哎？怎么办？奇怪，开始哦。哦，他这边的以前的底片呢？底片之一啊，我看完几个，可惜你看得出来吗？看得出来有鬼啦！可惜不要在那边讲有没有鬼，靠腰那边塞了啦，不要开玩笑啦，在那边讲有没有鬼，吓死我！什么都画像哎，可想出去，哎呦，干会塌的，哎呦啊！哥，先我讲一下故事哦。
这里呢，以前是叫做民俗记忆村的一个地方，就是它专门在显现出以前哥扎比的习俗，你知不？三四民国初期年间的时候，那种台湾的一些风情文化，它在这边做一个蜡像馆，反映当时的文青风的文化。民国年初的时候，日治从日时代的时候，所以呢，隔姐这个在十几二十年就废弃了。那这边有个蜡像馆，粉丝说半夜蜡像会动，会变姿势，原本是这样。它会变这样，它会变这样。哥姐，那不是蜡像，那是我的大象。超伟大，哥姐没有蜡像，哥姐没有蜡像怎么拍呀、啊？哥姐，没蜡像啊！哥姐没有辣椒啊！像你有吃香不？像你有辣椒不？哎呦，哥姐这边有写字哎，我来看一下。来来来，《红楼梦》。哦，哥，这是以前的蜡像馆，不是蜡像馆，叫《红楼梦》啊，对不对？他以为他把他的部首撇开，我就看不出这是《红楼梦》啊。靠腰啊，这上面有写那个名字，拍谁？糟蹋，找不到蜡像馆呢，哥，我去里面找一下蜡像馆，不是蜡像馆，不蜡像，哥，不要误导我的语言啊！一辣椒，辣椒。粉丝说这边的蜡像半夜的时候会动，然后有一些声响，然后据说他们之前有来试胆过，你知道吗？哇，这都是路哎，要走下去吗？啊，我们那边另外一边还有个房子没拍到，我们从这边绕上去要不要？我们绕上去看一下。然后之前粉丝他们有来试胆过。然后就是他们就是总共算有几尊蜡像，你知道一尊、两尊、三尊、四尊，结果算到聪明面的时候，他们从里面算，他们从外面算到里面，从里面算到外面的时候，突然发现，他们从外面算到里面一尊、两尊、三尊、四尊数量的时候，他们再从里面算到外面一尊、两尊、三尊、四尊的时候，突然发现，科学，这种恐怖事情发生了，那个粉丝突然发现说：“靠背啊，我不知道我算到哪了。”哥姐，你以为我会说少一尊是？哥姐，会怕噻。哥姐，这个地方不要开玩笑。前面被堵住了，超灵呆啊！哥姐，我们去刚刚那个房子看啊。不要啊！我从外面数到里面几尊了，我都忘记。从里面数到外面，你别白记，你别耍白记啊！你别不知道是数到第几尊，你。你别偷看爸爸，不得公生气。这怎么出去？哦，真的很冷哎，哥姐，真的变超冷了。我今天穿短袖，超会搭，真的是不成人形啦，不成鬼样。哥姐，不要在那边讲鬼字好不好？这边真的很恐怖呢。你看，它真的是以前的设计的房子呢。你看，而且它，你看，哥姐连树他妈，你看一下。连书桌长到人家头顶了，哥姐，这个房子也没有，真的，连书都爬到他头上，你看，爬到他头上长阴毛，不是开玩笑哦。哦，超灵呆的，来点武侠呢？猴子噻！我听到树里面有声音呢，猴子噻！猴子噻，猴子啊，猴子，佛祖啊，佛祖！靠，里面好像猴子呢，里面抓了一蛋。哦，可惜这边还有一间，跟我们是从那边过来的。这边是大门嘛？这边是大门嘛？我们从这边过来的嘛？那什么声音？可惜我没有开玩笑哦。我听到，哎哎。
小孩子的声音呢？好了好了，哥姐不要装了，那个应该是动物的啦。等一下等一下，哥姐靠要这就要恐怖一点了，哥姐等一下等一下，NG 的 NG 的。什么声音？真的，哥姐我听到嘞。哦，那是鸟声，靠！要你们塞的鸟鸟鸟，隔姐，我跟你讲，我们探险台，我当然知道是鸟的声音、动物的声音啊！你们要这样子，好恐怖啊！有人在叫，好不好？可以做效果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隔姐，你没有听到吗？没事哦。哥姐算了，前进。哥姐算了，前进，好吧，前进了。超伟大嘞，真是这一间，真的是民俗记忆馆的感觉嘞，真的。这边真的是很多年的，你看里面都是，哇塞，里面还有啊。哥姐，你看这只飞机很久，它连树都长出来了。你看，它连树都长出来了，这不是盖的哦。尤其一个人在这么大的民俗剧馆游荡，真的是算蛮恐怖的一件事呢。哇，有个空空，这不是说有雕像，怎么有空空？干嘛？尤其这回答，尤其我今天带的这个房子跟你们头一样哎，头个空空。对对，拍摄来第五人了。而且他妈这个告示牌也仅300，危险！他叫我进嘛，人家说请勿进入危险，他跟我说危险进。我靠！你妈仅300，危险进！开始哟！我靠！连小便斗都出去运动了，你看。妈，五人成一排队形散开，中间的那个人怎么会不在？中间那个人是不是又忘记起来？操你的！小便斗可以跑出去一个。哦，这边是他们的厕所啊！啊，这边就是我喜欢的你，这是不是啊，小妹妹？半夜不睡觉，你在这边干嘛，小妹妹？啊，不是啊，你无伫个房间，滚！你伫个只遐创啊，小小妹妹，我来找你的小妹妹。小妹妹，真的都没有那个嘞，真的都没有那个嘞。而且我今天带你们来这边干嘛？看房子是不是？而且我，你看起来我像台湾中介吗？你看起来我像台湾房屋吗？上回带我怎么带你来看房子？一个人口都没，不是开玩笑吧？对不对？这边可以去吗？他真的很有勾扎别看哦，不是公孙渠哦。哦，他这个烤窑。有人在里面敲，还有谁哦？靠呀！哥这边你发现我坐起来了，怎么办？我坐起来，我坐起来，都是我坐起来，免得门没办法进呢。怎么回答？蜡像知道小鸡来了，大家都躲到山上了。操你的！你们进300的哥姐，我室友长得很恐怖噻。哥姐，操你的！你们进300，
什么就是蜡像知道小鸡来了，全部躲起来。哎，真的呢。哎，而且我们从这边可以看起来，就是发现说里面都是放蜡像的地方，甚至是刚刚那一区上面写《红楼梦》，其实你里面都是《红楼梦》的主角，对不对？那蜡像不见了，不 OK 啊。竟然消失，给我跑不见了！真的没蜡像哎，靠腰！哇，你蛋！好，感谢，非常感谢格杰，那我就带完了。感谢线上格杰所有的公开分享，也非常感谢不分分享的格杰，谢谢你们支持。好，格杰，我不知道怎么拍了，不是该的。唯一希望就是在后面，对不对？哥姐，有没有道理？哦，这边是刚才进去那一间呐、啊，不能动，不能动。哎，这里面怎么还有路啊？哥姐，不上去看。这边到底是往哪里的？哦，这边真的很大哎，哥姐，我们带你去过桥。正红啊，过桥，过桥，正红啊。稍微大概可以，这边是哪里？哇操！可惜半夜一个人走这个路，真的是不同小可啊！啊，我觉得这样绕下去没完没了。我们先把后面的房子拆掉好了，后面的房子还有几间没有拍到。金红啊，跪求！哦嘞，哦嘞，哦嘞，哦求加多！金红啊！这件带过了，就剩这里面这件，不是盖的哦，哥姐。操，你带这个不是空的吧？对不对？不是空的吧？哇，操，你带嘞！我靠，要抽回他！靠腰嘞，哥姐，我们第一尊，哥姐，我们第一位受害者出现了。靠背啊！哥姐，我们第一位受害者。哎，拍谁？有人吗？你是人吗？你叮当一下好不好？你娘的，你别哭在遐，你别你别喘一下，你别搞，你别吓惊，你别你娘死咯！我跟你讲，你是人吗？你是人应下，你叮当一下，你别喘一下，操林呆！哎，你哭在遐，你白听的哦。哎，可是有点不敢进去呢，操回他旁边好像是一个小孩子呢。他旁边是个小孩子，我靠腰嘞！光天化日之下，你给我穿露肩装吗？糟糕噻！哥姐就这件了，不要开玩笑了，哥姐。哥姐不要开玩笑，这边很阴哎。粉丝说他来这那个，他骑车来这附近的时候，发现里面有声音，而且雕像会动来动去呢。哥姐不要开玩笑。哥姐会卡是不是？啊，靠北啊，对面有点恐怖呢。而且你看。哎、欸、，Hello， 还是谁哦？还是谁哦？打扰一下。哇！靠背啊！你没错机的。哥，有看到这个飘下来吗？操你妈！看他傻小啊，超级啊！不好意思哦，打扰一下。靠腰，
拍谁？我打扰一下，拍影片而已。可惜你看啊，哎，Hello，请问你们是人吗？不好意思，这位小姐，请问讲，这是恁翁吗？你啊，恁翁真恐怖嘞！甲恁翁穿白色的衫，恁要穿一个？小姐，你鞋穿啥？你鞋卖韩籍吗？对不对？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可鞋臭味大，不能跨是不是？喂。哟，无礼貌嘞！你袂甲你叫嘞？哎，小姐，你在干嘛？卖番薯是不是？我看一下，这番薯是谁？这是韩籍吗？偷刀你啊啦！小弟假偷刀啦，假偷刀，假偷刀啦！少林在那边错一个。狗屁啊！可惜他们真的，他们真的是一比一的呢。这个人真的是跟我们真人一样大呢。超会打，你真的很恐怖呢！太阳很大了，好不好？你头就多呀，你别错起来。好妖嘞！该不会你们这边也是做一比一的吧，哥哥？我看一下，我挂起来，拜拜，不要害羞。啊，你还这大包嘞，不能共生球，对不对啊？姐姐，听说你是做一比一的哦，我可以看一下你的奶奶吗？姐姐，这边是他们家啦，这边是他们家啦，这边他们家走进去。可惜他们家走进这边啊，靠北呀、啊！干，把水泥墙。可惜这不是他们家吗？这不是他们家二楼、一楼。靠呀！可惜我们，我想说可以进去呢，还是这边。哎，来，有人了。也真的呢。可惜我们来看他可以排多高。我一定要排到十个以上，我才能回家。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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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一定要排十个以上，我才能回家。啊、不要开玩笑，不要开玩笑，姐姐不要开玩笑，这玩笑不要开。哥姐，你们看他这边真的全部都是民国初期年代的时候所设计的这个房子啊，这边也称为蜡像馆、民俗记忆馆、雕像馆。阿伯，夜窗小。等一下，阿伯靠，要叫你夹头毛，你无夹头毛，你看你的头毛，灵气，你的目睭啊，你看嘛，你看下起哩，眼睛痒痒啦，阿伯，好，给你瞧一下。好、哦，拜谢阿伯，安尼啦，是安尼就对，安尼啦，安尼就对啦，嘿啦，嘿啦，阿伯嘿啦，安尼水当当啦，嘿啦，阿伯就对啦。哎，要真三八辈，你卡在讲的嘛，对不？你卡中我就跟你好有一点嘛，靠腰。哦，阿伯拜谢，啊靠腰啊，阿伯拜谢，靠背，阿伯你的头壳有那一无晒是顶关啊，阿伯拜谢。好呀，我那边错起。阿伯，拍摄你的头毛，你是不是我慢落来哦？是你家己落落来，拍摄。哦，这个好像以前他们在卖玩具的那种造型啊，这个你看，赵辉达，他
但是粉丝说它会自己动呢。哇，里面那个在招手呢，哥姐。不是有破坏力哦。拍谁哦？这门原本是这样子哦，不干我的事哦。哦，拍谁拍谁？我操！回蛋，你坐在那边干嘛啦？被踹起嘞！靠腰啊！而且我想问他们的发型怎么都这么 fashion 啊？他们的发型，对不对？哦，而且我跟你讲，以前的人哦，他们又需要这个，应该是清朝的时候的人，因为他们都要绑辫子，这是他们的那个规定。然后呢，清朝人呢都要留这个，前面都要剃掉，这样子，对，这样子有没有看到？哎，我说真的呢，真的，他们前面都要剃掉。你看他剃到这边，这边前面都要剃掉。清朝人都是要绑辫子，前面剃掉，这是他们以前的那个规定。哦，但是大哥，你这个发型不行呢，你想被乾隆皇帝打是不是？没被乾隆皇帝打过啊？这发型给我梳成这样，对不对？这个应该是在清朝的时候那个年间的、啊。这个是，而且我跟你讲，他这边所有的布施全部都是台湾的布施啊！靠杯啊！这个你怎么跑去偷别人番薯来吃啊？你为什么你说你为什么跑去偷别人番薯来吃？你真是酱料不得呢！等我一下，跟他道歉一下。哦，拍谁？这块阿拉伯拍谁哦？和你哦！哦，这是隔壁的偷吃你的番薯啊！你念乌番薯啊！不要那么皮啊！你别串起。哦，这是以前他们卖米的地方啊！真的，哎，粮行啊，卖米的地方，请勿动手。超回答，我该动手呢，我该动手了，怎么办？超回答，靠呀，这衣服也不穿好，对对。哦哟，靠，这脸部表现很生动哦，对对。穿好啦，这么天气那么冷，是不会冷是不是？穿好，天气那么冷，干嘛了？帮你穿衣服，你这样看我干嘛？我欠你汇钱是不是？我看你虎牙鸡吗？哎，他真的做一比一模型的呢，可是整段很模糊噻，真的假的？哎，可是他这个发型留的有点像那个以前飞轮海那个发型呢，王子他们的方发型，你知道吗？超回答，这个发型留给我留飞轮海，我操，搞你变精啊！你们错几的？你不搞你变精吗？哇、哦，拍性情哎！可是我跟你讲。你知道这个人是干嘛吗？不好意思，请问一下，你行车纠纷噻？可惜行车纠纷上啦，对不对？很模糊噻。可惜很模糊吗？可惜我跟你讲哦，这里面每一尊这样子我下去哦，我跟你讲，这故事讲不完嘞，会不会很模糊很卡噻？真的假的？没收讯，对不对？我的台湾也没收讯，但是我中华有一点收讯。哥姐，你们忍耐一下好不好？因为我这边四居三隔啊，忍耐一下好不好？好啦，这铁铺啦，哦，铁铺，这个打铁的地方啊，哎呀，哇，这个表情，你要追给看你几年啦？哇塞，真的是拍胸胸，对对，哦，靠腰嘞，你们错几嘞？这边是哪里？哦，而且你们应该猜到这边是干嘛的，对对？哎，拍摄先生，你也逃摸嘞？你哎，算不知呀，变起共丢，靠，要是把你头发拔成这样，是谁人把你的头毛？慢下来，你还追鸡？那
公公哦，那你公公哦。靠呀，那等下哥姐，那头发怎么变这样？这里面还有门子哎，没门呐、啊。哎，真的嘞。以前包药的那个方式就像包，喂、哎，超贵，打里面超级的，拍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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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包药的方式就像包，靠药，你头发怎么这样子哦？你把金三百，对对，这是以前的中药店，以前的中药店啊，这里面有东西吗？靠腰啊！我以为这一格一格的，结果他一下来全部都下来了，超会打，拍谁拍谁拍谁。可惜我今天带你们来参观的是，哦，以前叫药号啦 ，A Medicine Shop。靠腰嘞，以前还有英文呢、哦。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干嘛的？哦，可惜这个是现以前，这个就是以前的药局啊。哦，以前卖米的地方，跟那个卖刀五金行的地方，那这个现在就叫做小吃店，这个叫小吃店。对，小二还是老二？老二不是小二，不是老二还是小二？对对。靠呀，哥姐他还吹喇叭是不是？你怎么你在吹喇叭？啊，哎呦，这吵，你还吹给这吵？哥现在吹喇叭哎，怎么办？这个打喇叭。操你的！你看，哦，以前是放这种银子钱的地方。哎，以前真的是。女儿红哎、欸，这个卖酒的地方，没搜寻对嘞，哥姐拍谁啦？忍耐一下，以前叫茶馆。哇靠！这庙口，这边还有庙口。这是哪里？我看一下。拍谁哦 ？What the fuck me？ 拍谁有人吗？哇靠！可惜他庙口就是庙口，他下面还给我放了小朋友的玩具，这么有童真，这想害我跌倒噻？他前面不能进的啦，对啊，前面不能进的。哎呦靠！哎，我差点跌倒。哇，这真的是很多以前古时候的东西啊。今天好像哥姐并不是说所有探险都找灵异的，对不对？这可以让你们怀旧一下，对不对？像线上很多哥姐都差不多这个年纪，对不对？对对，不一定要每集探险找灵异，也可以带你们来。喂，我靠，变态，要不要穿小啦？操鬼大嘞！一起靠腰，你们穿起来呀？台这边穿，阿北噻，阿北在穿小。喂，喂，阿北在困哦。喂，起床哦。睡觉呢，可就会卡塞，忍耐一下哦。哎，以前的雨伞，哎，真的以前的雨伞呢？以前的雨伞，以前的是纸伞呢。
太水了，靠我了！哥鞋上面这是雨伞是啥小？还有想唱一首《男人郎》，提着一支小雨伞。然后这是以前他们做戏的地方，看戏的地方。对对，以前他们看戏的地方。好，这不能进去，这个椅子都坏掉了。我是，而且我四句满格呢，怎么会断线？而且我四句满格呢，怎么会断线？而且断线是不是？跟我出去一下，出去一下。断线是不是？怎么回答？这断线是不是？这里面还有很多没带的呢。可惜会卡吗？我四句满格呢，没道理会卡成这样啊！可惜还会卡吗？会打会卡打会，不会打不会。那狗一直在叫哎，可惜会卡吗？我抓狗一直在捶高那个肺呢，他不知道他不是捶高了，一直叫，不知道看我不爽还是怎样。模糊对不对？可是我四句满格呢，哥姐，我进去了不起三格，不会到没收讯。里面真的有是吧？哥姐里面真的有，可是我在里面在开玩笑呢。因为这边没有发生过命案啊，我就开个玩笑一下。有命案我就很少开玩笑，你没有发现吗？哎，前天好像有人在上吊那边给我敲木鱼跳舞嘞，不知道那一台不知道是哪一台，哥姐我们那一台我们不要开玩笑，那一台就算了，好吧？就是有时候他工伤就多多治他，因为他真的蛮大胆的，又蛮努力的。对啊，人家在工伤，他在那边敲木鱼。穿白色的衣服，会不会卡哥姐？那边还有呢，我不知道那边还有没有人哦。哥姐会卡。一卡我就不知道怎么拍喽。进去又断，真假的？进去又断，一键就断，超会打翻嘞！叫我怎么拍？很模糊噻，靠呀！但我进去不要拍噻，不是讲错？那我进去不是不要拍了？那我怎么进去拍？它里面还有一个地方没带到呢。哥姐，我加紧拍了，你们忍耐一下好不好？我拍快点出来好不好？哥姐，这种地方不要开玩笑，人形一旦没有在参观，里面的人形很可能会被好兄弟占据。别开玩笑，我靠！别。
串一个。阿伯，你的面哪会白白的啊？白色色阿伯。阿伯，你的表情好像阿伯给我穿耳洞呢，我抓到啊呢，阿伯，你怕耳洞哦？然后这个小孩子好像，对对，快尿。哎，哥姐，他以前那以前的人好像都没有看过这个呢，那你看一下，来，这个叫智慧型手机啊，拿着。这个叫智慧型手机，一贴的。哦，可惜你们看他那个我手机的反光。哎呦，我妈的眼睛给我黑成这样啊，可惜。啊，你有看过智慧型手机吗？没看过，对不对？好，给你闻一下。啊，智慧型手机的味道，一百年前都没闻过，不是开玩笑。对对，可惜。你是没有看过智慧型手机，是不是？给你闻一下手机没关系，那是给你闻一下我的鞋子嘞。啊，潘公公，爹爹叫我你娘最客，不是公正确。外面有警察，你怎么知道？警察，我没有警察。可是我带快一点，我没有警察，听说我没有警察。给你们看一下，这是以前的那个，真的假的？为什么你在外面有警察？接到进去了，真假的？为什么那个姐姐知道？被泡水是？可惜路口带我堵起来，我想办法出去。真的真的，这绝对被爆水，这绝对被爆水，这附近不可能，这绝对被爆水的。
这个就是被爆水啊，因为他这边再怎么喊，很大声都不会被发现。为什么那个姐姐知道被爆水？她在哦，她知道这边是不是？可姐，你们追踪小鸡的赖官方赖，小鸡以后开播的话，我都会从官方赖通知你们。官方赖是小老鼠 CHICK888。哦，可姐，那这个一定要加入哦，小鸡的YouTube 频道，以后我小鸡都会转正到这边的。晚安，小鸡的官方频道。这个是 YouTube 的订阅，记得帮我这个订阅打开。好，你们到这个界面哦，帮我打这个订阅打开，开启小铃铛。这个小铃铛一开呢，以后小鸡 YT 直播都会通知你们。